每分六锅粉带无颜色。大家好，我是苏的声音，我是苏的美色女笨笨。让我们快速攀登上楼，占领制高点哦！嘿嘿，发现对面小可爱一面，端枪点色，直接带走，直接去楼顶。嗯，对面马路一只奔跑的人机，好可爱哦！笨笨就不客气的直接收下了。不错不错，乐力就拿到了两个人头，继续努力。炉中就有一只小可爱，应该是刚跟老爷上来的人机，让笨笨上前去收了它。应该是刚跟老爷上来的人机，让笨笨上前去收了它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各位观众老爷想和笨笨组队吗？快在下方评论区留下你的 ID 吧，我们。